要扫灯，你先说吗？就是还有一个时间，其实反正不是很久，有时候排练的时候有没有很认真？就我觉得有，但我觉得这次就表演的这个舞台是比平常就练习的时候要好，真的，真的，每次。那些是什么某种磁场？我跟他心，你拿麦的这个时候哈、你最好不要去遮太多了，你的脸都快被遮住，脸本身很小，就遮没了都，稍微往下放一点，好吗？从这个歌曲上面啊，我能感觉到，比如说《木之城谱》，你要多去练你的唱歌，好不好？你的声乐这个方面，从基础要开始练习。还有冯永坤，你看你中间有一句就是，感觉有点哑了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就是考虑，是这个音有点高呢，还是你状态不是很好，我们调整一下。张泽宇那个很高的音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哎有一点点不能唱得了，或者觉得有一点高。那其实之前我有跟你讲过，我说像这种音呢，你可能需要就是咱们说专业一点，可能就是有一个腔体的这种发声。但是之前你给到我的反馈是你觉得不是很费劲儿，是不是？但其实你在唱跳的过程中呢，你会消耗大量的体力，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原本容易做的事情也不那么容易做到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，比如说我当时给你提前讲过的这个方法，你可能要在以后的作品中要提前给到自己一个计划了。那苗玉成一定要加强你的舞蹈啊。其实你的唱歌我认为在这个歌曲上还是有进步的，但是你的舞蹈真的是就会给到你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。眼睛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没什么问题是吗？好，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，比如说你唱歌的时候，你确实是要有一个盯着一个物体注视它，那你是要盯死的。在这个视频里能够看到你的那个眼神是稍微有点飘的，比如说你唱的这句歌词，你想投入的这份感情，你就没有一个实物的这种寄托啊。哪怕有一个实物的寄托，你盯住了之后呢，你会更好表达自己的情感，比如说强烈一点，是不是？邓嘉欣，你看啊，侧拍看到你的时候，你的嘴巴的这个歌词传达力真的是很不好。后面三个字呢，勉强我看到你张开了嘴，但是前面这几个字就是比较收着的。因为这个音域是你比较适合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在你适合的这个能够做到的做好的时候，把它尽量做到最好。还有大家，比如说你当你抒情的时候，比如说你的手想要伸出来，你要么就打出去。要么就收回来，这个动作是稳住的。我们在座的几位小朋友里面，很多人的手就是有一点切菜的感觉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子，请坐好，在这切一切，啊，是吧，同学？是不是？雨涵的这个打出去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有点散。其实你可以用你的肢体语言表达你的情绪，那你一定要想好，是不是？不然你这样你手晃的同时你的气息也不稳了。苏信浩的整体感觉还是可以，至少他是在舞台上的，在这个歌曲上的表现我觉得还行，因为他其实也只有一些相对于他音域能够承担的部分，那他其实还可以。但是像张泽宇这种小朋友就属于在台上稍微好一些的，但是还是要再加强一些。然后小左，你作为就是这个曲目你们队的这么一个，你有什么想说吗？还有就是你们这个表演的成员们，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就是觉得有哪些不 OK 的地方都可以说一下。我感觉有些人吧是有些脸飘。什么东西？有的人眼神还是看镜头的时候眼神会飘。表现呢有时候有时候没有。
但你自己对你们这一个 team 的整体最后呈现出来，你自己觉得怎么样？但还是比平时练习好很多。镜头里面呈现出来的 leader 你是前期对你们的舞台呈现就要有预估，好吧，你要有预判，预判的比这个要高一点，是吧？还是要低那么一点点。那所以说最终呈现的其实还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所想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那你预期所想的是谁，哪些地方没有达到，对，你要这么去分析，这样子才能给你的队员们再做二次复盘，懂了吗？我想的呢就是所有人就能完全的融入到这首歌的气氛里面，然后表情呢也会很到位，就是然后也不会有什么说尴尬。对，就刚才我看起来就还是有那么一点尴尬。对，你知道唱的有点出戏。嗯，是，就是小左说的这个点是我最终呈现出来应该是这样，但是其实跟刚刚老师跟你们说的是，你们更重要的应该是知道如何去做到那样，那样子的过程才是大家知道去做的 ，OK 吗？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点。整体完成度的话，肯定还是就是所有老师也会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有些时间很自由，当时是抠完，打算就是去抠完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女就 rap 就太快了，然后我就想就是，他唱 rap 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跟搞，我们就不跟动作，我们就不跟那个歌词，有些就是很明显的一些就歌词就可以。嗯，因为在这个呈现出来，我个人感觉有一些就是乱，还是有点乱的，挺实在的。嗯，比如说大家表情管理的话，你可能这句词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我觉得这点我觉得是，不管像赵曼宇、吴志成、邓丽豪，他们以前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是没表情嘛，就是很少这样的表情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节目呈现出来的话，我觉得他们也很大进步。没。谢
先别说了，先别说了，恢复一下先。因为其实老师说的这一点呢，只是说是我们根据更成熟的舞台建议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进步，我们从个人直拍其实都能看得出来。特别就是像刚刚小苏说的这几位朋友啊，的的确确是这样。因为像小赵很早以前抠表情的时候，一直都会说是表情比较木，是吧？然后这一次的进步，还有特别是张俊豪也是，就是能呈现出来的，就是抓镜头的能力真的是。能是肉眼可见的进步，而且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你们这一组就是自己的团结性，内部的团结性，包括所有成员对于他的这么一个重视程度。你们做的事情只要努力了就会有收获，好吗？那就是大家自己好好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，然后